你幾冇用，咁多人都學唔到嘅粵語喎。嗱，等我扑到俾你哋睇啊！我使乜唔嬲啫？起身啦！唔嬲就假噶啦！王母后都听我话，系嗰对衰蝴蝶听我话，你话我嬲唔嬲啊？你哋快啲去捉翻佢翻嚟啊！公主，嗰对蝴蝶都飞咗去啦，叫我哋点捉啫？搏上去添啦，系嘛？我系你就要捉，若果你哋捉唔到呢，我就一人斩你哋一只手指。去啦！话你听啊，仲要捉翻系求雪嗰对啊！去嘛！好啦好啦，佢哋去捉蝴蝶啦，快快地起身啦！我唔起，我系要捉到嗰只蝴蝶翻嚟，我先起，咪理我。咦？点解表妹你坐喺个地嚟噶？哦，佢因为扑只蝴蝶唔到跌咗落地，所以佢就唔高兴啊嘛。佢仲话捉唔到只蝴蝶唔起身添啊。哦，你唔起身唔得噶。而家东夷北狄两国丞相嚟联络邦交感情，现在由许元容招待佢嚟御花园参观，主上有命，无论乜嘢人都要回避。使咩回避佢啊？佢哋唔见得人嘅咩？佢哋真系唔想俾人哋见嘅，尤其是阿表妹你见亲实笑添嘅，令人哋好难过噶嘛。好好笑噶，刚刚起身，乜真系好好笑噶。咁我更加要睇下佢哋添。嗱，我话俾你听啊，若果我唔笑呢，你系死过我睇。系啦系啦系啦，算我怕咗你啦。就算你系睇都匿埋一边睇好啦。借一元帅圣旨传权，真系不必感谢天爷啦。同是方轮光，应顺此生愿。愿帮那君王，应重光一光明。
佢系咩人？点解咁冇礼貌？咁样嚟对我哋？佢系咩人嚟噶？佢唔知嘅啫，请两位丞相唔好见怪。切，怕乜讲俾佢听啫？陀佩佬，你问我啊？我就是本国的佩下公子了。哼，你身为一个公子居然这么无礼，轻笑我字的吗？我们是堂堂大国的丞相，为什么你笑我？我是喜欢笑啊，我笑都没权了。你们三个就算凡人我都喜，你不该喜，难得闹花等我的琴不抛弃，因为双方望欢笑，说公子去神心意，我并无心意，你作话无心意，其实你将我放在耳边。我国系收字，我系欠佢无能大事，不佢之无赖，心自赖，我公身贵气。嘿呀，俾佢侮辱得当佢家弯弯，点凭下得难听？轻视就嚟到问下罪。出二十万红兵力，将佢国家铲除啊！请两位无用动怒，说话我哋公主失意，等我就知君王，向两位回不是。除非你的公子就亲身向我嚟认错，否则我就实行轻犯罪之事。我一力担承，解决此事。你把干戈为玉马，但凭杯酒色欲。王孔咒啊，明君今日轮来是家难，奉命双眼看夜礼，官接到赏花游乐，向那花下梦若果佢轻视问罪，我江山就岌岌可危。
我望向群臣来问计，你哋话有何办法呢？可以解决呢此难题？喂喂喂，咁点呢？仲兴噶？阿许元帅啊，你嘅主张点呢？主上啊，微臣极力主张以和为贵。主上，佢哋兴师问罪嘅原因，就是因为公主取笑佢哋。若果主上能够叫公主向佢哋跟前道歉，相信唔会有事噶啦。咁就提就有问题，制就宁愿唔肯制。去人的身要这份，到底披金迷？主上爱江山亦问爱公主啦，愿尽你坏名计。主上，呢次系关乎国家嘅安危，若果公主系唔肯咧，我有办法劝服佢嘅。哦，许元帅，你有办法劝服公主系国家之幸，爱臣。快传公主上殿，领旨。强词夺理，知否家国谁危？因为你侮辱侍臣，你将人诋毁，两个合兵问罪，主动在一台一那跛，300,000红兵，自问怎能抗敌啊？你仲恶人先告状。啊！都被你一笑惹灾危，真好笑你辱我迷，咁大个将军心生畏，原来犯错一趟，你被打到身无位，我将你封作你辱。Thank you.
你贪生怕死嘅真。你话我乜嘢都好啦，为咗一笑而已起兵戎，我点都唔去打噶啦。公主，若不陪罪侍臣，欠嘅你刁蛮无礼，为妾而无辜开战，我觉得道理全亏。你一笑惹兵灾，等于是问命如流蚁。我愿辞官归你，不忍见公主枉作我嘅位。来，许世，许无世，你不能够就咁就话辞官做噶喎，咁啦我啊，乖乖地去唔举错啦，唔系人哋打我哋噶咯噃。嗱，阿许兄家又话辞官唔做咯，咁你叫父王点样应付呢？要我向认错咁丢假？边系丢假啫？你为父王嘅国家着想啫嘛，阿明咧，你唔好懒得意咁噃。你管你辞官唔做嚟吓到我啊？我不过为咗父王个江山啫噃。系为我啫，为我啫。得，嗱，兵家即刻召两国选臣到朝内会议噶嘛。遵命旨。两位相爷，呢我王爷在御花园，讥笑你两个，佢家之错，特地相请两相爷到来，佢向你认错喎。佢向我哋认错？望向嘅两位书生，请恕就望如何礼。说咩着架无心，前世就当不得根。阿公主你能道歉，我亦都冇问题。那杯酒色冰融，待蜀臣应尽礼嘅。这个元王府那代啊，两位不罪无归啊！许兄家，代替为王，带两位相爷到迎宾馆大排筵席嚟管待为师。圣谢个元王，臣领旨。杀出。全家国大元王，素来权贵得
极不相爱憎，问你点受得佢咁刁蛮，你未杀耶杀啊关我，你要雪糕怎么求？想求咪话太监关啊恨呢？我有方法嘅。彩凤求王陈月心，我认和他心比人真，我借你的关你心望佳人望结婚，我与他注定缘缘分，我任佢点野蛮我仍有方法改造佢为人，虽知女也未嫁要结婚，就爱两个人，我真唔咩慢，与郎君就更牵难，可以坚定当佢嘅心，只答好护君人，对待女儿我自有信心。公主，许元帅嚟等你好耐噶啦，等唔系等啦，好出奇咩？公主，你同元帅倾下先啦，我请啦。君王叫我嚟见你，公主有咩指教呢？父王就想招你为驸马，咁我要叫你嚟问过咯。若果你将来做咗驸马嘅，你点样对待我？哦，若果我贵为驸马嘅，我梗系爱护你、安慰你，尽咗我做丈夫嘅责任，一定要令到你快乐。嗰阵就夫唱妇随啦。咁我话你讲得唔啱。Thank you.
尽放心，爱护正恩。调转嚟讲嘅，实际要我保护你就真。点解咧？梗系啦。嗱，如果你系有咩犯咗罪啊，咁我爱锡你，我梗系要求阿父王赦你嘅罪噶啦嘛。咁你话系咪即系我保护你就真？系嘅，系嘅，系嘅。仲有啊，我仲要同你约法三章噶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爱你痴心，但求做你。好玩。
在金殿举行婚礼，啊，谢君王。参见岳王，今日婚礼已成，文武百官在后宫处宴，御膳香居，送公主回驸马府。主佢都竟敢叫我跪拜姚府门，你咪系话俾佢听，叫佢开力跪接我就真。哦，明明
驸马，公主要你跪接佢、哦。我堂堂系一个驸马爷，佢虽然系公主啫，我系佢个丈夫，我点可以跪拜佢啊？老公公，你传我嘅口令，要佢跪拜虎门。啊？要公主跪啊？系，范公公快传口令。佢系公主噃，点肯跪拜啊？唔肯，你要佢睇下先王要赐黄金眼，快去。哦哦哦。你不用说了，我听到了，原来他刺着那支黄金簡来蝦我了噃，哈、啊，咁抵死系嘛？我不嫁他不得嘅咩？公公，传令回宫。啊，咁又唔好，今日系公主你大婚好日子，即系全国皆知，又点好话就咁翻去啊，公主？我三头无可以抗言。我应承佢，公公，你咪话俾佢听啦。请公主下乡居，驸马爷，我哋公主应承啦。
咁大个女都未曾俾人咁激过我嘅，我点能忿气噶啦？闩住道门俾你入嚟。喂，难带嘅，好，等我下气先至得。公主啊，开门啦！公主啊，公主啊，公主，公主，开门啦！啊，你想我开门你啊？你好行都得啦，快啲躝屍添噃！好笑啦，奇奇娇妻妙梦何难的狂系奇，娇妻妙梦何难的狂系奇。良辰容易光，良辰容易光，你不光笨，原见我真的怨气我真抱你一个我地共敬白头长闹发，其实有乜事也无问啊。若果抱你真系唔开门俾我入嚟，咁你一个人你唔怕黑咩？吓、啊，你使乜吓我啊？我点都唔开俾你噶啦。咁我去边处瞓啊？吓、啊，我理你。真系唔开门俾我入嚟啊？咁我住多份门口去啦。咁我扯啦噃，吓、啊，啲咁嘅人系要咁对待佢先得嘅。Thank you.
你动下噶啦。八个山山塔有分光，我好似睇得系心软嘅，我睇佢一定唔忍心我烂成咁，一阵间佢梗出嚟叫我入去噶啦。啊，咁耐都仲唔嗌我开门呢？我真系喺出边瞓撞你，系嘛？我话佢梗开门噶嘛？你以为我坐船等人请我哋入去啦？哼，你话抵得佢嘅眼高斗咁。恩皮的了，誰叫你剛才不開門給我，沒有了他冷冷死了還好，等你沒有丈夫。我好緊要啊？不緊要就罷了，你要我跪入房啊？你的世都不用旨意了，你不請我都不進去了。要我請你？是的呢。
你需要强吻爱得可以。我投生生命。咁早上朝做乜嘢啊？我唔嫁不嫁，唔嫁不嫁，只为乱家。你成了姑姑，成了姑姑，我真心真心怕，望你嫁呀乱家，会真心真心怕。我可负你，我为人去嫁。若论拜跪进那府堂，此乃我家法规定下，就算入房相请，闺中所成问真假，议论嘅私情，无非将花枪斩，焉能断犯国法？请主上你细斟茶。理由放到孤王后下，阿父王爷吧，要先吧，他先我开家，难比难他，岁月三重要开难下，凭借佢佛飞扬。若果唔定佢个罪啊，我真系乜嘢面都冇晒噶啦，父王。佢生长在帝王家，话真可怕。关我命中系可以连锁，连拿师弟左。我在你关怀，叫定罪，点解你又唔舍得斩佢？系唔系唔舍得噶？边个话唔舍得啫？噶，不过就咁一刀杀咗佢啊，便宜咗佢啦。父王啊，我话佢个人咁短情薄幸咧，最好就系贬咗佢，等佢做和尚，搵间远啲僻静啲嘅寺门，
多见树木，少见人龙嘅，等佢嗌一下，唔好我个心至甜。好好好，鸭好，我听日叫天福鸭去青山住。嗱，听唔听到啊？实在你要多得我添噃。若果唔系我讲情啊，父王话要斩你添啊！真系多得晒你啦，公主，只有靠你抛青花花。好过亲近呢个玉叶金枝，宁愿终身鳏寡。我长念阿弥陀佛，不再伴你为伴。佢个人几衰啊，仲话我系万花我万花我。哼，好，听日一于约天福压佢青山寺，等你挨下咸苦你就知啦。你压压压压。
公主。啊，公公，驸马点啊？佢就阴公咯。阴公啊？点阴公啊？佢妻呀娘啊，受苦你无闻，只因今日神得结堕落不幸，一跳过跳起身，就念经过人尘，夜夜受分针。我只得红红军，万万都打中，不准佢下山行。大漠青蓝伴对红尘，南无众济难。啊，真系唔阴公噶？公主真系好阴公噶，你而家知道玉赤嘅咧？边个玉赤佢啊？边个叫佢咁衰啊？哎呀，抵啊！我要他亲家做饭，我等佢十一年，直至佢牛身低落尘。他家不亲，低于佢皮厚，人人有数与分。你应得上我爱我，你人心啊，比得佢爷看过。你有眼想过呀，你这家人站得难，更苦更痛，痛得又难。王爷，咦，做咩父王？有一件事父王十分担心嘅，敌寇啊，这双亲在沙场丢人。试问谁呀能破敌正风牙云啊？为乜担心啊？有人除了父啊马之外，没别一个人啊。驸马，你不用讲，我早已经派人叫他回朝了。你派了人叫驸马回朝了？是，我已经命人叫他回来了，不过不知道驸马他肯不肯回来呢？启奏圣上，驸马不肯回来过。点解啊？佢话君不以佢为臣，妻不以佢为夫，所以佢看破红尘，唔肯翻嚟。系啦，呢仗佢唔肯翻嚟喎。咁你话点算呢？有边个领兵出战啊？阿主上，你唔使担心嘅。如果阿公主肯去自门哀佢咧，佢自不然肯回朝效命噶。我去啊？系咯系咯。我真系唔制，父王叫佢都唔翻嚟，我叫佢更加唔翻啦。佢嬲我噶嘛。不怕的公主，如果你肯依呢，他肯肯回来的。男人的心我们清楚嘛，你依得他两依他的心就远的了。听下他不肯回来还骂我一心那轮怎么办？不会，如果他骂你，你骂回我好吗？你放心，我都肯担保的。如果他这么胆大来骂你，我肯过他吗？你不要为他，为下父王着想，国家大事紧要嘛，为国。为国啊，是的，不是为他，一定了，哪是为他？我为你着父王，是我不肯去的。当然呢，如果他骂我，骂回你的公公。骂我，你都肯担保，我都肯担保。拜拜你下，我明天御便乡居送王爷你去青山寺接驸马回来，那好呢？乖青山，红山为天生相印。
公子阿弥陀佛，有失远迎，望公子恕罪。大法师，点解唔见驸马爷呢？驸马爷向西厢嚟喎。我知啦，公子，我带你去。公公，咁你又话阿弥陀佛系尊重人、比礼人哋嘅？系啊。咁点解我又尊重佢、比礼佢？佢宁咩面唔睬我啊？佢分明唔系嬲我。唔睬你咩？咁就系嬲你啦。咁点啊？唔怕，嗱，等我教个办法俾你啊，更使得噶。你行前面飘下情。放松下个面口，好笑容啲得噶，吓、啊，系啱啊啱啊啱。驸马爷，驸马爷，阿弥陀，公公，你又系实得嘅嗱，佢又算唔睬我啦。咁啊，啊，我明啦，我明啦，佢条气都仲系唔顺啊，我再教过你。你快向前嚟救楼啊你，再一啲。喂，总要真系救阿燕青。你好教啊，就是你。你诈死只高喊声啊！系个骗子捉住我风。无啊风，你要用足叫阿青。驸马爷，驸马爷，我行得咁辛苦都系嚟揾你，点解你唔睬我啫？啊？嗱，若果你仲唔睬我，我死啦！嗱，我死啦！嗱，我真系死噶！嗱，我真系死俾你睇下。喂，你唔好死啊，公主！阿驸马，乜你咁噶？公主话死啦噃，乜你咁啊？佢死咪死啦，关我咩事啊？哎呀，皇帝啊！做咩做？点解咁你见到驸马佢点啊？佢懒叫我，咁唔睬我咯。咁你有冇向佢认错啊？认错啊？我话要死佢都唔理我添啊！你话佢衰唔衰啊？父王。哎呀，乜咁都有噶？你跟埋我再处入去吓、啊，你向佢嚟认错。若果佢唔理你呢，我会炮制佢。快快快快快，同埋父王入去。主场驾到。罢
拜见主上阿弥陀佛。那父王，他又是阿弥陀佛了。阿弥陀佛是礼也来的嘛，你不要理他那么多，乖乖地埋去，认错认错，去去啦去啦。相处已真诚，此后你何以对夫郎？是否如宾相敬？我有名系刁蛮公主，中蛮啊！点知蛮极都斗你唔赢。我都应承了，那就如奔相敬，我兄兄，本来你对夫妻妻极恩爱极，妾儿也郎情，不得国公主去刁蛮，驸马亦刁不到住，难听过，所以佢相夫。我从今后一生从今
Thank you.